10月16日，赵丽颖迎来34岁生日，工作室在社交平台晒出庆生照，画面中可以看出赵丽颖的庆生会布置得非常隆重，现场打满了气球，还有许多花束，她坐在中间虔诚的许愿，整个场景非常梦幻，少女感十足。赵丽颖穿着红格短裙搭配白色毛衣，头上还戴着红色发箍，十分的俏皮可爱，又带着复古风，完全看不出已经是孩子妈妈了。赵丽颖的同事李冰冰也在社交平台发文送上生日祝福，李冰冰大方率性，直接表白将会爱她每一天。此前也有丁子峻和关智斌两位好友提前为赵丽颖庆生，三人曾经一起合作过追玉传奇，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和老朋友在一起的赵丽颖满脸笑容，心情超好。赵丽颖是一位流量与实力兼具的女演员，出演过众多部热播剧，演技十分精湛，深得观众的喜爱。祝赵丽颖生日快乐，期待她未来的精彩表现，愿她在事业和生活上都能的收获。